十二年的高雄市长，我没有去查过吴敦义的时代，我的前任啊，因为我会觉得依法行政，你要知道，市政府也有政风，那地方的检调单位也不是在睡觉。如果我们有问题，好，那我们活不到现在。那我对我的团队，我这是很基本的信心。国民党的市长说，我因为害怕，所以提告。我是自诉，我因为不害怕，所以我才提告。